老胡，这下他们过不来了，咱们也出不去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？死胡同啊！啊！哟，金爷怎么戳墙上了？哎。哎，你别说，老金，这自制还挺难拿的啊，赶紧给它拔出来吧！啊，快来，老金，老金，没事吧，老金？没事吧，老金？啊，哎，老金，老金，没事吧，老金？老金，老金，滚，老金，滚，滚，滚，老金，老金，是我呀，我是老胡啊，胡的大爷，哎，我。我呢？我操！王爷！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认人了。哎，没事了没事了，认人了。哎呦！哎，怎么又晕了？不是他这是吓的还是炸的呀？看脸还不知道啊，让蝙蝠咬了。刚才摸过了，还发着烧呢，应该是感染了疟疾，得赶紧给他找药吃。这破地方，我哪儿给他弄药去？没听过老话讲吗？世间百毒，五步之内必有解药。哎，得嘞。哎，一、二，哎哎，拿去啊！我量出五步来，我好找药啊。你傻呀？那只是个比喻。不是满地都是吗？蝙蝠屎，学名叫夜明砂，知道吗？这在民间就是治疟疾的偏方。哎，帮忙给他嘴掰开。哎，找对了，找对。我一整粒都咽了。哎，对了。你那屁股让蝙蝠咬了，就你这吨位，怎么着也来两颗。哎，不，老胡啊，我这屁股没咬透。哟嚯，哎呦喂，哎，这药劲真可以啊，刚吃了就给起效了。哎呀，要不怎么说呢，解铃还需系铃师。二位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啊，你得疟疾了。我们刚才给你喂了一，哎，好了就得了。姐，感觉怎么样？嗯，黏糊糊的，嘴里头还挺香的。哦，你这口可真够重的，嘿。嗯，哎，对了，嗯，刚才是你们二位爷在追我哟。前半段呢是蝙蝠追的啊，还把你给咬了，后半段才是我们俩的。不过话说回来了，老金，你也忒怂。我就这么一破蝙蝠把你吓成这样，什么蝙蝠啊！我跟你说，胖爷，我肯定是让那什么给那什么了我。哎，我说什么来着？他就是被那什么给那什么了。他让谁那什么了？厉鬼。什么？厉鬼，肯定是厉鬼。头发特别长，他用头发缠着我脖子，我使劲把他那头发扯开，我才跑出来的。我要不然我就别跟这胡说八道啊！哪儿来的女鬼啊？咱们都是受唯物主义教育的，这点考验都经受不起啊！都对，你瞎说什么呀？什么女鬼？你这让过去。